跳歌手，要不要脸啊？啊，我今天唱跳歌手可以吗？三十五岁啊，呢，不是三十五，你说，卖笑啦，卖搞快逼逼讲出来。啊，我刚刚表现的好吗？很好，对不对？突然觉得取代了蔡依林，不好意思，我已经取代她了，我自己说的。你不了解我，你得来阮家水灯两摆啊，更不了解我。你莫有白讲啦，迄个不是我啦，那是如花。啊，你两个哪会这感面啊？啊，你哪会这感面啊？喂，我打。没啦没啦，拍死啦拍死啦，你哪有如花这水？好啦好啦，你要天才你啊？你要天才你啊？啊，我得选歌啊。我突然觉得，因为阮阿吼叫我十二岁，阿弟也要升级吼，得二十四岁。你有法度介绍二十四岁吗？二十四岁，二十四号，有当无？